Double kill. Triple kill. Rampage. Unstoppable. 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，我是尚恩。今天的影片呢，当然是 Surface 打野的实战解说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是使用我们最喜欢的南瓜骑士的 skin。Surface 一直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用的英雄，可是呢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出场率非常的低哦。在这次南瓜骑士的推出之后呢，出场率又稍微的调高一些。一开始呢，我们打算从红 buff 起手。细心观众朋友们应该可以注意到我们右上角的出装。我们知道出装呢是非常暴力的无穿流，拥有非常高的爆发与物理输出。自己注意到呢，敌方在中路一直纠缠，我想他们可能是玩玩而已哦，因此就没有管他们。注意到特拉纳斯呢还在罗尔在中路纠缠，这边特拉交错瞬移哦，因此我们看有没有机会。这边算准时机，一个一技能普攻刷敌方特拉纳斯，上二等之后呢，我们秒学二技能，成功伤害敌方摩恩，并且不用肉击把他收掉。这在神魔一技能缓速连上敌方的沃玛尔，这边加一个寒冰制裁，预防沃玛尔逃脱。最后神魔一技能普攻完成一个三连杀。这里呢顺势反一反敌方的红，刚刚主要是特拉纳斯太大意了，被我们的夸克勾了过去。因此他加入瞬移之后呢，我们就使用一技能连上他，顺利完成一个三连杀。这边我们快速的打到四等，现在这草丛蹲一蹲，果然蹲到特兰纳斯了。我们直接大招普攻接二技能，就在一个一技能普攻成功刷到敌方的特兰纳斯。这时候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400的战绩。目前来看呢，我们这部影片的标题不能够叫一分钟一个人头，因为我们是两分钟四个人头。这边魔龙差不多重生，我们最快的速度把魔龙吃掉，发个信号呢，看我们队友是否会过来帮忙。这时候我们的剧本呢是先吃魔龙，然后再回去收自己的蓝 buff， 选个大招加快我们吃蓝的速度。斯菲斯清野的速度绝对不慢哦，在我们学了大招以后，这边呢我们就省点时间，不要吃附近的小野怪，赶紧去吃下一个 buff。接着我们的剧本呢是可能去找龙马或者找古龙。这边卡克注意到敌方摩恩跟普雷塔的位置，这时候我们过来吃古龙，四环魔龙是古龙了，增加全队的经济。这边由于龙马有瞬移跟位移比较难杀，因此我们先不管他。这边全部消失，我们赶紧发一个撤退，他们应该是会找小丑哦。那果然看到敌方普雷塔跟沃玛尔，我们赶紧过去支援。这里看到我们的小丑已经不行，我们赶紧跟上，准备我们的大招一踩命中敌方的中路跟射手，再接个二技能跟一技能，成功完成一个双杀，就在使用普通攻击刷敌方的沃玛尔。这里我们夸克把敌方摩恩勾了过去哦，我们再把敌方摩恩击杀。这一波呢是一个一换四哦，非常的赚。这里可以看呢，瑟菲斯大招会把这地板震裂，非常的帅气。这时候我们来反一个敌方的野怪，然后推敌方的中路，再反敌方的蓝，如果还在的话，当然他已经不在了。这边我们打算蹲久一点，敌方全消失在地图上，他们竟然没有过来，敌方的蓝也差不多已经重生。我们快速把这个蓝吃掉，魔应该已经在附近了。这里果然看到魔恩，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大招，试试看，成功命中敌方魔恩，并且把他击杀，就是 Preta。目前的战绩来到了111，11比1。这边我们顺势掠夺下野区的资源，
打去找地方龙马。龙马呢，把我们的熊猫欺负回家，这边就让正义的南瓜骑士来复仇。使用一技能缓速，使用二技能，然后持续跟上，看他是否要使用位移，然后直接使用大招跟那个一技能的连招，成功把他击杀。观众朋友们可以注意到呢，我没有直接使用大招，是因为我在等待他使用一技能的时机。如果我们的大招空了的话呢，龙马是有可能可以活下来的，因此我们要确保万无一失。这边我们来切个古龙，由于是飞斯没有强大吸血能力哦，因此古龙的被动呢对是飞斯非常有用。刚收古龙，这边我们的夸克人就抓到一条瘟疫飞龙，干得不错。这时候我们来吃个魔龙，看来是飞斯是一个屠龙骑士，短时间内吃了三条龙。这次我们刚好来拿一个蓝回补一下。这边时间到六分钟，敌方竟然没有投降，这点是非常值得尊敬的，有运动家的精神。在上一个版本呢，基本上大逆风是很难被逆转的，几乎没办法逆转。可是在这个版本呢，射手时代只要能撑到十分钟以后呢，射手装备起来，那什么事都有可能。这边我们来看是否可以抓到敌方摩恩，持续跟上，救门罗二成功把魔人击杀。这边再抓了一条龙过来，努特叫了一个瞬移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先来掠夺一下敌方的野区。目前我们要做事情是看能否蹲到敌方英雄，或者优先推塔。这边找了一只敌方英雄，看来是特兰纳斯。这边配合小丑瞬移把他击杀。我没有直接踩大招呢，是因为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瞬移。基本上Surface大招是一个跳跃的动作，如果他看到我跳的时候呢，再开瞬移是来得及。这边顺便把掉敌方的蓝 buff， 然后在这个草丛蹲一蹲，敌方应该是不会过来了。这有一个龙马，成功命中敌方龙马，就把他击杀。然后再偷敌方一塔仇恨，这时候锁定目标敌方的摩恩，击杀摩恩之后呢，我们看有否有机会抓到敌方的特兰纳斯。这边我们血量有点少哦，一直先回撑。什么现在野怪吸一个血？小地图上呢，看到我方野区非常多的野怪，我们打算先从古龙的刺起。然后呢，是我们的红蓝跟魔龙。这时候我们稳定的发育呢是非常重要的，可以避免下一波团战的节外生枝。可以注意到呢，每一套连招基本上就把野怪打死。我们刺野速度跟机动性呢是完全不输那克罗斯，而且换了身我们有更硬的控制，而且我们被动的关系呢有非常高的免伤，可以避免敌方一套把我们秒杀。我们迅速的吃个魔龙，然后看是否可以找到敌方英雄。注意到敌方在中路，我们赶紧跟上。现在准备我们大招，直接命中敌方多个目标，把特兰纳斯击杀。特是我们优先击杀目标了，主要是特兰纳斯是敌方反败的关键，因此我们不能够让他们有这个机会。这边完成一个帅气的三连杀。难怪骑士果然厉害。这时候注意一下中路，我们先尝试把高地塔拆掉，主要是敌方也拆不了复活。这边兵线已经没有了，我们小丑的技能去人家家里，最后剩残血逃脱。看来是一个喜欢极限运动的小丑。这时我们家队友过来帮忙吃个凯撒。小丑呢，我觉得他还是不要过来了，由于他血量实在太低，可能被揍一下呢就要掰。那我们来吃个凯撒。这时我们血量跟魔力都不是很好，我们先吃个红，等等吃个古龙跟蓝呢，再去找我们的队友。
这边兵线正在缓慢的前进，我们应该是赶得上的。赶紧往我们的蓝移动，斯菲斯是非常需要蓝 buff 英雄。这时候我们赶紧冲向我们的队友，这边的队友已经阵亡了一个，赶紧跟上。可惜边缘没有命中敌方摩恩，但没关系，后来是成功带走敌方摩恩。这时候暂时还没有兵线，我们是稍微等待一下兵线。这一波又有凯撒的 buff 跟一波全新的兵线，我们看看是否能够做点什么。敌方是龙马跟普雷塔，优先拆塔，然后抢敌方龙马一脚，之后再给 A 技能，成功收到敌方的普雷塔。这是我们队友在弹伤害哦，保住这个炮车呢，不要让他死掉是非常重要的。子女们来抓心拆塔，拆主吧。最后成功追敌方主堡，赢得战游戏。以上是我带来攻击型斯菲斯的实战解说。这套出装呢是非常高风险高回报的，虽然它很好玩，可是排位的话呢，还是建议我们上一套影片的出装。喜欢影片别忘记点个喜欢，并且订阅频道。我是双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